直播吧。8月20日讯 U23 国足在亚运会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，凭借韦世豪和姚军胜的进球2-1逆转阿联酋。赛后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文表扬了 U23 国足的小伙子们。共青团中央写道，这不是贝克汉姆，也不是实况吧，这是中国 U23 男足三战全胜，近11球仅是一球，小组头名出现，并附上了姚军胜进球的精彩视频，还艾特了姚军胜和韦世豪。